啦，我们是 Anger 四个女生，我是 Quincy 群诗，我是 Angelina 妮妮，我是 Cass 燕子，我是 Crystal 雪晶。今天为什么我们四个人会聚在一起呢？因为太多空了，出来喝喝茶，好，还要见见大家呢，还要跟大家见面，然后还要送更多给我们的观众朋友。对啊，隔了好几个月没有见，所以呢，我们也开始想念大家了。对，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是有目的的。对，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呢，就请留意。Star Media， 对，你们看到下面的字幕吗？看到吗？噔噔，下次再见喽、okay. ，Stay tuned。